那其实上面有个问号，我们按下去啊，按下去之后的话，哦，当然你可以在这边打关键字查询，或者是在那个倒数第二个 VB， 这个 Visual Basic 程式语言参考，这边就有函数，那它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不过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哦，那其实它当然这个就有一个 ABS 在这里，有没有？那这是什么？就是传为绝对值嘛，吼。 OK， 就会自动帮你把它改成正的，全部都是改成正的啊。负的把它改成正的哈。那怎么用呢？哈，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用偶尔，直接就是判断大于，因为它全部都被负的变成正的嘛哈。所以呢，如果是大外面，那怎么包哈？特别是我改的方法哦，我再改一次给各位看。一般我要修改程式的话，会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说哈。 我会先把那个我要修改那一行先留下来，所以会按一个单引号，单引号表示注解，就是这一行我不删掉，但是它也不会被执行，然后把它复制一下，复制之后的话哦，贴到下一行，贴到下一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修改之后，你旧的还要留下来啊，因为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把旧的删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参考啊，所以习惯上会把这一行留下来，再来修改。 那改的方式就是说哈，先把这个偶尔先删掉。那再把 ABS 加在哪里呢？加在进来的这个值里，这个什么外面嘛哈。那我如果说不确定说 VBA 到底有没有这个函数的话，其实有个简单的打法，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哦。这个打法就是说哈，我可以先打一个 VBA， 打一个 VBA， 好点。 点下去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哈，如果说它这个点下去呢，所有的什么，它里面 VBA 所有的那个函数都会自己列出来。那如果说里面有的话了，它大部分其实会跟那个 Excel 长得很像，但是也有可能像那个什么，我们之前有个 test 函数，啊，在 VBA 里面它不叫 test， 它叫 format， 对，所以如果你用 test， 那就不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可以什么，去查一下有没有 ABS， 有的话你就把它点两下。 然后呢，再配合一个什么？配合一个刮弧啊。不过有的时候我把它隔开来好了，有的时候你把它隔太近，它会以为是后面东西是函数啊。那你记得就是电啊，然后打一个 有没有？ 它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ABS， 然后再把它加一个前刮弧，然后再把那个里面的，它会问你说你的 number， 就是你要把它绝对值的那个数字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给它的这个储存格嘛，哈。 就 OK 了，好，所以改完之后呢，会多一个 VBA 点，那这种写法，那你要删掉 VBA 点也 OK 啦，留或不留都可以啊。那这个好处是说，你如果不确定那个函数是否存在的话，哎，我觉得这一招还不错用，因为点下去，如果有你有看到，你觉得跟 Excel 里面函数有对应到那个函，那表示你这个应该可以这样用。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还可以有一招，游标放在 ABS 上面，按一个 F1， 它会自动跳出那个函数的说明，有没有啊？如果这个说明，是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那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好、哦、啊，另外还有一个范例啦，我觉得这个范例还不错。有时候你不确定的时候，你看一下范例，大概就知道用。比如说你给它一个负的，它最后回传回来什么，就是一个正的 ，OK， 类似像这样嘛，哈、哦。 那这样来学习，VBA 的话，那你就比较不需要去死背了，反正需要的时候再来查就可以了。好、哦、，OK， 这个是一个小诀窍哈、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哦，还是我自己不知道乱点，还是点下去就发现，哎，有这个机关哦，那就觉得哎呀，但对我来说没差，可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应该会有帮助了哈、哦，所以顺便讲一下，好，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哦，也相当好了，所以这个反正就熟悉，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变化哈。哦 这个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就是说呢哈，我们刚刚的那个，我讲的这个东西，现在输出是不标准，有没有？输出的是一个值，如果我要把这里面的话换成什么？换成公式的话，啊，前面有讲过，只是说我们再练习过了哈。那我把这个标准流程再讲一遍哦。其实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标准化流程，一把公式原来那个 VBA 的东西复制，有没有？贴过来。 贴到下面好了哈，然后呢底这底下的话再加一个底线，也许你就打一个函数好了哈，就是对应到的是用函数
帮我来跟 VBA 做连接，然后接下来的话，中间回圈留下来，那把什么呢？把 if 的逻辑判断通通删掉，好啊，留下那个输出到哪里 ？L 哎，输出到 L 栏，好啊，这个逻辑判断拿掉啊，其实 就只剩下三行了哈。啊，特别注意啊，因为我刚刚有看一下，有些同学哈，缩排啊，其实我蛮 care 的啊，因为如果你全部都没有缩排哈，其实我看起来会怎么讲？那个视觉上哦，就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那有条有就是那种结构阶层，因为如果没有那个阶层哦，我看到 for 我看不到 next， 但是如果你有阶层的话，有 for 一定有 next， 有 if 一定有 else， 一定有 end if， 有没有？就一清二楚了。那中间执行什么？中间执行什么？就程式哈、哦、比较不容易出错，而且一目了然。即便有错，马上可以看出来，该有什么就有什么，哦、就不会有错了。哦 ，OK， 那、啊、其实我这个程式就是很有结构性的东西哈、哦。如果你都有照这个规矩来了哈、哦，要写错程式还不太容易了。不过这恐怕需要点时间了哈、哦。好，那这个怎么写？第一个，把上面复制下来啊，中间这个不标准拿掉，第一步了哈。哦，其实就是等于是清除啦、哦、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清除，所以你这个直接清除再清除啦、哦、第二步的话把公式复制过来，所以这边的话把它复制取消、哦、记得一定要取消、哦、然后把它贴过来，贴到这个双引号中间，然后把什么呢？把这个双引号变两个，不过将来、哦、如果你的双引号太多的话，干脆拿来取代比较快，因为很有可能是你的公式很长一串，你光双引号就要改很多，而且很容易漏改其中一个，那就会出错了。好、哦、，OK， 哎，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其他还有没有？这个都没有了哈、哦。其实一般都是文字的地方才会。再来怎么样？把这个是怎么样改成那个，就是双引号两个，空白键两个 ，and 两个，哦，空白两个，再一个 i 放在中间，哦 ，OK， 这样应该一样嘛，哈、哦，啊，把它复制一下，贴上一下，好，改完了，好，应该没问题吧？跟刚刚是一模一样。改完之后的话呢，你再把它执行过，有没有 VBA 这边嘛？那刚刚是输出值，现在是输出有公式，看一下执行有没有？看一下。结果一模一样，只差别是里面放的是一个公式，动态的丢公式。哦，哎，这个其实还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啦，只是说你们可能会比较不习惯的，应该是在这个 i 啦。光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习惯。不过你看久了之后，慢慢应该也会慢慢习惯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哈、哦。因为早期我印象中，刚开始在当工程师的时候，也容易卡这个卡很久，啊，不过现在当然就看多了就不觉得怎么样哦。OK， 好，第一个哈就是把刚刚的这个程序改成输出公式。第二个就是说，哎，如果我今天希望怎样，因为这假设会员就是那个健身中心嘛，那我的会员应该他会经常来需要运动，应该就是可能是不标准那些人才是我的那个行销的族群嘛，哈。所以呢，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帮我把标准都删掉。那如果当然资料多，你变成说你要怎样一直选，然后按右键去做删除。可是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批次的按一键就完成全部删除的动作？当然哈、哦，如果你今天可以用这个资料里面的筛选，其实也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哦，不过我看一下筛选这个。这个因为上面好像有那个资料、哦、所以它这边筛选它变这样，所以、哦、可能要先把上面的资料这边的这两列给删掉、哦、然后再来做什么筛选，比如说我今天游标放在这个地方筛选，然后筛选什么呢？你可以留下什么，留下那个标准或不标准，比如说你就是不、留下不标准的按确定，那这个是你要的嘛，可是你最后还是非得要怎么样再把这个复制，另外产生一个工作表再贴过去啦，其实还是有点麻烦。好，那
比较快的方法是，另外哈，我把它 Ctrl Z 好了哈，恢复 ，OK， 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哈不是这样做，我希望直接删除好了。那这个删除前，我建议是把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个，按 Ctrl 键，复制一个比较快，就是按住点住有没有移过来，按 Ctrl 键就多复制一个。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等一下练习删除哈，怕删掉之后。旧的资料就不见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练习了、哦、所以复制一个。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可以做一键完成删除动作。哦，我今天已经写好一个了，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当我按下这一个按键，假设你这样这样可以做一个按钮、哦、按下去，把标准的删除，留下不标准的。欸、好像。结果你反过来了哦，好，没关系，那没关系，程序改一下就好了，把这个字改成，把这个不拿掉就好了，因为这刚刚逻辑是，什么？如果等于不标准的话，就删掉，好、哦、啊，所以没关系，因为为什么我说你要留一，就是说要复制工作表，原因就在这里，再一次，好、哦，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像刚刚，你就把那个不拿掉。这样的话一样嘛把它执行过了。其实这个就是主要是让各位留下标准的。那这个做法，比如说你要留下什么，留下那个性别也可以啦，留下地址也可以啦，留下什么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方法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把你不要的，其实大概就是有点像筛选啦。那怎么做？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就把它删掉好了。OK， 好，第一个你就理解，就是说for i 等于哪一个范围，这个都固定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比对 K 栏里面的值，如果它等于什么，等于标准的话，就把它删掉。所以 if sales K 里面等于标准的话， then 你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叫 rows， 列啦 rows， 好 ，rows R O W 加 S 哦，好。物件的名称大部分都应该是有加个 S， 像 sale 加 S， sheets 一定有加 S、哦、那删除的话按右键删除。那在物件里面有个方法叫什么？点 delete。那哪一列呢？就是 I 列。I 由谁决定？就是你判断之后的那个来决定。所以写完程式的话，大概其实就是在五行，回圈 ，forness 各一行。if and if 各一行，中间的话就是rows 点 delete。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因为删除的话是这样，如果你今天假如从上面往下找到第九列，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删掉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呢？删除原来第九列，原来的第十列会怎么样？会变到第九列。那如果你回圈继续跑，它略过它了，所以变成这一列怎么样？会被跳过了，有没有？本来第九啊，第九下来就第十啊，对不对？所以第九已经跑到上去了，所以会怎么样？会删不到。所以特别注意哈，以后如果要删除的话，请记住哈一个诀窍，倒过来删，倒过来。前面我教各位回圈是正向的 ，for i 等于四到十三，对不对？请记住，现在把它颠倒。for i 等于是3到4，这样子的话3，因为你如果3下面是3列3完，对不对？它接下来会删12列，可是如果你13列3了，它会不会影响12列呢？不会啊，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删除的话，颠倒。那回圈的话特别注意哦，那如何颠倒？请记住哦，在最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step 负一啦，一定要，因为我们预设是1是正向的，所以你要颠倒的话，记得把 step 加一个负一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以大概有知道这个概念之后的话，来看一下我写完的写法，我想你们应该就可以理解了哈。啊，程序其实非常的简短，这一段的话大概写完，我把它 enter 好。第一个的话我是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名称叫做删除列，那这个我想你将来可以。改成你要的样子，而且可以改蛮多的，反正你只要删除你要不要的东西啦，通通都可以，甚至你也可以改成像删除重复列，
也有时候，有些资料重复了好几笔，那你要慢慢删，很浪费时间。你有没有办法删掉重复列？可以啊，改一下就好了。第二个的话呢，删除空白列。比如说你有很多时候，中间很多空白列嘛，你要删很浪费时间，可以把它改成删除空白列。怎么删？反正可以改哦。OK， 好，那删除列 ，for i 等于13到4，后面多一个哦，就这个 step 负一。就颠倒过来，大的到小的后面加一个 step 负一哈。第二个的话，如果 K 栏里面的词是标准的话 ，then 就关键在这里了，就这一行而已，其他应该都看得懂吧？我想前面都有做过，就这个 rows i 列把它 delete， 然后呢就跳离了啊。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标准才会删，如果不标准就不会删，就是这样。所以利用同样的方法，比如说你要留下男生女生嘛，你要留下女生的话，那你就把男生删掉。比如说你要留下地址地区，有没有地区里面如果要留下台北的话，你就把不等于台北的删掉就好了嘛。所以等于不等于的话，你当然这边是用等于啦。如果你不等于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不等于，然后后面的话改成台北。比对是比对，不是 K 栏，是比哪一栏呢？比 C 栏。留下来不就是留下什么台北的？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吗？这一招可以变化出很多啦。我想虽然没几行可是你们工作上应该还这个还蛮实用的。其实我也常用嘛比如说我进了很多资料，我要先预先处理嘛，对，把不要的删掉嘛以前的话，你如果手动删哇，你要删到疯掉，资料那么多的慢慢删，而且有时候眼睛看到眼睛都快累死了对不对？那你用这个删也不会删错了，而且一键完成，只是有时候跑太快了，因为它来不及，它就删完了，感觉它没有很踏实的感觉。对，还是好像慢慢删才感觉很踏实。很多人是这样你不要跟我讲那个啦，我慢慢做就好了，我感觉我在做事情。你这样一下子，我不知道我做到什么地方了我这也没办法了 OK， 那当然，除非是你的工作没有效率问题的前提啦。那如果你每天如果这样做，你可能不能准时下班，因为现在公司都会评量，所以你的这个效率多高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删除列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所以刚刚这两段程式我也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所以刚刚有一个是增减体重的这个函数，百分比的这个函数一样我就把它放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下面这边各位稍微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如果说你看云端白板没有的话，你就把它重新整理，上面有个重新整理嘛，因为我更新过之后它不会马上显示出来，所以你可能要再重新整理一下它就会出现了OK， 所以我把那个白板的东西，等于是说我把白板放在云端上这个好处是你回家也可以找得到当然你好处也还可以复制贴上不然以前我写在白板上，你可能也没办法复制贴上那标准不标准的话，我把它改一下了，改成删掉那个不删除标准的不标准的就留下来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很多的变化。但后面当然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有重复列的删除，或者是说有空白列删除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你可以做前置作业啦前置作业把一些不必要的资料先预先帮你把它通通删掉，那你再来做后续的，其实我觉得会快蛮多的